我觉得还是不要用下料，冷下料更快，因为下料冷下料是空一个贴一个，要空一个贴一个的。如果是人工下料的这种形式就够了。下料它现在有空格，有间隔一个。哦，对，它要做的时候要间隔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一个规格。你没漏贴，没有漏贴。好，摆上去看呀。没漏贴。哎，掉了。好，全部都有啊。这个针很好贴啊、哦。来，再试一下。这个边太短了，知道吧？啊？边短。标签短，对啊。